万先生，这都是我给你推荐的人。是个女人，但你别小瞧了这个女人。我们的人死在她手上的不计其数，要不是她被人出卖，我们可抓不住的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的士兵也死了不少。 太喜欢你的眼神了，就他了。我提醒你，他很贵的。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开价吧。 面罩解开，钱10万美金，当面点清，过后不认。哼，万老板是老朋友了，怎么可能信不过呢？那人我领走了。 你叫金梅是吧？从今往后，叫金梅的女人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叫金吉的女人。只要万彦斌活着，就绝不会亏待你。 我这种人你也敢用？应该说，只有我这种人才敢用你这种人。好，给我半个小时，借我你的手枪和车。万总，这一边去。 要定了，你的命我也要定了。不要！老板，那女的肯定跑了。都一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咱们现在没车，走过去的话，那也得走大半天呢。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。 留着那两个乱嚼舌头的废物没用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说得好，车呢？就在上面。走。